哦，没那么多的，没多的。奶奶不会开门。哦哦，对了，哎，你们去哪了？今天哥哥、爷爷、奶奶他们睡一个房间。喂，来点翁。来呀，那大的等那么久，还等那么久哎。你看看中午干嘛？夜等，那不干那哪里不就挨着的啊？你还加加吧你，快点加吧来。哎，挨着哪？加吧了。哎，挨着背来了啊！挨着背来啊！俺那梦被冷过了，瘦了呆了。俺男生老，没对劲。哎，他们你那样还得劲？那样，等那个来样。哎，该是那我们要等来了。当了就人人类了呀，那没到我那年了，当不来等于搞把我奔倒过来了。我那有弯那腰，我弯我都你歪了，这个人就歪了。哎，别等我。那做当了没？哎，你就不用歪了。再安哦。啊啊，弄了今年弄大了。弄没到行给摆弄了嘞，真正弄一点那嘞，当不来不搞倒了那腰嘞奔。啊，那没当，那没年岁就安排嘛，岁人就来了。三天安排，不娘娘。Hello， 早上好呀。昨天晚上宝宝跟奶奶睡觉，因为我是负责开车的，就过来找一下宝宝。宝宝已经早早就醒了。哟，谁醒了呀？啊，这这这！哎呦哎，好开心啊！哎呀，哎呀。新的一天，我们来到了金水岩景区，因为我们来旅游嘛，必须去打卡几个网红点。这个金水岩景区呢，是一个溶洞之类的一个景区，然后这上面有介绍一些奇奇怪怪的溶洞，带爷爷奶奶来看一下。这里呢，我要说一个注意事项啊，我们这一次订票，因为我们没有提前做攻略嘛，就是随机订票的，没有做好功课的结果就是。就很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因为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哥哥是残疾人，然后还有小雨的姑姑也是残疾人，然后还有爷爷奶奶的话，他们两个是80岁以上的老人家。我刚刚到这边之后呢，在门口有人告诉我，80岁以上的老人家其实是不收费的，然后残疾人也是不收费的。但是我们是在酒店的附近，有一个卖票的人跟我们说，那个80岁以上的老人跟残疾人是收半票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，哎，多出了一半的费用。所以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人来讲，来订票的话，一定要，就是自己来规避这个事情啊。来，我们现在要进景区去了，来，你们收票就进去了吧。来来来，跟上石导。石导在这里跟着你们一起讲解一下哈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水岩景区，啊，挺像那么一回事。其实要讲啥我也不知道啊。爷爷又在研究人家的样式了，老爸像那个港风的那个大哥，港，大点好看，哎，这个好看，小乖。这个多少钱？10块钱。大的10块钱啊？对。买。姐姐买单。坑姐第一人。来都来了，也要戴一个帽子回去嘛，是不是？到此一游，以后哥哥可能也不会来了，是吧？不会。你看。嗯，宝贝，戴上这个帽子，又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。是个靓仔，对，哥哥也是个靓仔。来，我看看这个靓仔的，靓仔，叫我靓仔。翁哎，拜喽。来，我们准备一下进溶洞参观游览啦。小心小心，安全。10个。10个人都在一起吗？对，一块。哦，还要爬山呐、啊！天哪，得爬山呐、啊！我还以为直接就进溶洞去了嘞，呜呼，完了，还要爬山。没事，爷爷奶奶他俩可是爬山小能手，比我们还溜。我来，下午把人溜，我来，回去能溜度。准备了，准备进洞了。
好吓人呐、啊，这敲钟，要给他敲一个那个什么来着？对，女装里面还有一个祈福钟。大家能想象得到，我们在这个溶洞里面，大家到处都是敲钟的声音吗？特别是配上这个灯光以后，这个画面感就来了啊！一不小心冒出个僵尸那种。好，请大家回过头来看后方，对面是孔子拜观音，这是永定的第一个景点。这里是母爱全市，因为那上面有一个口。走到一句吧，走到一句呗。干啥？能不能帮我拍一张？我们这个地方太陡了，只能把哥哥背起来。实际上哥哥是可以自己走的，就是这里比较陡一点。这个楼梯专门为奶奶设计的吧，因为她驼背。这个是最兴奋的，这个哎呀哎呀哎呀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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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有点麻嘞，我害怕，我不敢看那个，不敢看下面。喂，你恐高吗？啊，这个东西在动呀！阿姑，真的有点麻耶，不是假的。阿龟，阿龟，他能抱着腰背。我打野，这也不会。他有去动过来了。主要是这个，我们下楼的时候，这个楼梯还在抖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楼梯它是铁做、铁焊的。哎，这个地方还可以。哇塞，这里还有漂流哎，168两位，一艘船。终于到了。哎。已经不行了，感觉，因为好害怕、啊，哥哥好厉害哦，哥哥太勇敢了，哥哥，宝，娘娘摇海宝，娘娘摇海啊，啊，哎呀，不怕，没你摇，不怕，老爸，老爸恐高，汗都流了一身，叫一下，摇海啥？好，我娘娘摇海，哇，爷爷奶奶、哥哥都是厉害的，只有我们是最怕的。